大家好。有人说过，高考可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山丘，但是当它挡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它就是世界的全部。我是乐芷，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战斗，而我今天终于站到了这里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不为失败找借口，不为失败找借口，要为成功找方法，要为成功找方法。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不怕千万人阻挡，我只怕自己投降，我只怕自己投降。百天冲刺，高考必胜。